See Jane. Why staring out the window? Oh, with the red eyes, tell me his name. Ian, you have to cherish her. Bye bye. Let's go to side. Let's stay home and play. I got so many funny games we could do today. And we can compare inside our bed. Under the covers, make this long night last. And I love to play this case with you. A little sad, our players is strictly. Start to bold, and I don't wanna be sitting alone in a room that just filled with.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vlog. 我呢，昨天熬夜熬到三四点，所以我今天睡到十二点半才起来。然后这个是我给自己做的 brunch: avocado toast, egg toast, tomato, and iced latte.然后今天的咖啡是用这一包。然后我弄丢了他的那个 tag， 但这个是在年宵的时候有个观众送给我的，所以谢谢。从袋子外面闻都很香。
刚把我家差不多扫了一遍，现在大概是我这两个礼拜以来我家最干净的时刻。然后现在我想要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几个东西。首先呢，我知道大家没有很想看公关品开箱，但是我最近收到两个真的太可爱的公关品了，所以还是想给大家瞄一眼。首先第一个呢是 SK2 的神仙水，那大家都知道神仙水一般都是那个然后透明的瓶身，对不对？他们这次出了一个限量版，超可爱，你们准备好了吗？1、2、3，它是穿着和服的神仙水，各位，我当时打开包装，整个人瞬间融化，也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真的太可爱了。如果你是包装控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很兴奋想跟你们分享这个，因为真的是太可爱了，你摆在那边都 cute。 首先神仙水是真的好用，然后第二个这个包装 it's everything。 第二个也是我收到的时候有小小惊喜到的，就是这个从香港迪士尼寄来的礼物。那他们这次寄给我了一个蟹肉浓汤，还有一个韩式年糕的冷冻包装，然后另外他们还送了这个，哇，一个桌垫。可能他们常看我的 vlog， 看到我东西又滴的到处都是，所以就送我一个这个，并不是。另外还有两个碗。我跟你说，我最近呢除了香氛之外，另外一个开始爱的就是收集那些锅碗瓢盆。好想去迪士尼哦，应该安排一下时间再去迪士尼了。最后这个不是公关品，是我买的，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终于因为 Jonas 的关系，我终于买到一件Drew House 的 hoodies 了。大家都知道我每天穿的很尝试就是 sweatshirts 啊或是 hoodies 嘛，我其实是因为 Jonas 的关系还开始注意到 Drew House 这个品牌，然后我知道它算是潮牌的一种，之前试了很多次，我就是每次都抢不到那个货，因为它每次一开卖就会直接被卖光，所以我上次就跟 Jonas 说，那你就帮我买件 hoodies， 那什么颜色都没关系，就只要是可以搭衣服的就好了，然后就挑了一件 polka dots 给我，是不是很可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最近香港天气开始变热了，所以我要抓紧接下来几天稍微微凉的天气赶快来穿一下，不然我就要等到今年的年底，就是在秋冬的时候才能再穿了。但是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终于买到我人生第一件的 Drew House 了。 The blessings came in ways and could be felt for days. Oh how my bones still shake外面，然后哇 ，a special guest， 怎么办？这个已经进化成 Jonas 的尴尬 vlog， 只要有你的存在，就会变成尴尬 vlog， 是不是？我们今天呢，约了要去看那个叫什么《灵魂奇遇记》哦 ，Soul。Yeah.因为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就是 everyone 啊 ，Boris 啊 ，Jonas 看了两次，然后重点是他们还 ditch 我们都没有找我们一起去看，这是重点。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身边呢，唯一还没看过的就是剩下我们两个。我哋而家要周围去睇，揾一间戏系
僅餘有幾張飛嘅咁樣睇。今日係白色情人節。係啦，然後我還跟Ian講說，我今天可以跟 Stanley 去看電影嗎？然後他就說可以啊 ，I trust you。然後我就很感動的。我同我老豆一齊送我啲花俾佢。Ian， you have to cherish her. See, there are many guys giving her flowers. So， 各位，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幫 Boris 想那個他歐米的桌圖要怎麼辦，所以我們俩現在逛街逛到一半停下來。做嘢，我哋係咪真係好好嘅助手經理人？係啊。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中文字體可以選？你睇我哋兩個工作狂。在一條街上，在一個商場內，真的是還好我今天有記得帶我的 iPad 出門。我這樣，我真的是100分。我們在一條街上要做事了。我們在 The One， 在 The One 那裡，我們站在這個位置做事。Guys， 今天是星期一，然后我现在准备要去上班，给大家很快看一下我今天的 OOTD。上衣是 Giordano Ladies， 然后裤子是 Uniqlo， 然后包包是 Chloe。嗨，我在收集这个餐具。请问我们 TOO 的下一支影片是什么时候要拍啊？我们就是一个拍了第一支影片之后，对接下来都没什么想法。我们是有多少人看啊？昨天好像有1000多个人看嘞。哇，真是太幸运！我的妹啊，退休退休。How you search me？ Team， 然后 OOO。请问你刚刚是忘记我们的频道名称吗？我觉得我们可以拍爱用品吗？对，三月的推荐。趁现在同事全部出去买饭了，我想要用这个宁静的 moment 跟大家聊一聊我昨天去看那个《灵魂奇遇记》，就是 Soul 的一些感想。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一段跳掉，我会把那个timestamp 放在这里。我在看之前其实就有很多人，包含可能 Keith 啊，或是 Agnes 啊， Boris 啊，就大家都跟我讲说 Soul 这部电影很好看，是他们可能最近这一两年看过最好看的电影。所以我在去看之前，其实我对这部电影的期待值是很高的。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 Pixar 的动画，因为看似好像是给小孩子看的，但是它背后都会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我很喜欢它有一个概念，就是每个人在出生之前会去收集不同的 personality， 然后最后你不是要找到它所谓的那个 spark 那个火花，然后你才能够进入到地球嘛。所以其实在22号它去地球，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它的 spark 到底是什么，然后看到后面它就说你们一直在 care 这个所谓的火花，真的是太肤浅了，然后它就走了。其实这个整个台词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不一定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准备好要去面对一个新的人生的时候，你就是 ready 了。但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其实有目标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有目标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讲了这么多，其实换来的是一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我觉得我们听当然都知道，可是你要真的去感受到体会，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很喜欢然后新发现的 ColorCon， 是 Olens 的 French Gold。 这款虽然有放大效果，可是我觉得它放大的很自然，有没有？它比我之前戴的Spanish 跟应该是 Scandi 吧还要再更放大更 define 一点，可是它又不会让我的眼睛看起来很像一只昆虫，懂吗？就有一些放大片放太大，然后整个眼睛迷茫那种，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像一只昆虫。但是我觉得这个款式真的很美啊，我找到我的新欢了。一个跟大家 say hi， 好，都跟大家说晚安。晚安，拜拜。我刚刚就跟他在解释一个费用上面的东西，我就说可以去掉零头，然后他就突然被
開始嘅開關。佢就係話 Linda， 跟住我就話：你幫你教佢啦。佢就話咩係 Linda， 跟住佢就 Kiva。他就要說是香港的小聲，我怎麼亂教，是作為他專業的廣東話老師，我是絕對不容許這些事發生，所以我跟他說不是，真的不要亂教，所以我告訴他聽正解就是 Nippo OK， 不排除去龍津買20元燒賣和20元鏈頭Anyway， 這個就是今天星期日的一個小故事。星期一星期一啊，好了，拜拜。嗨，现在在铜锣湾的一间叫做 Urban Roaster Coffee， 今天要来试 Tea Omakase。对 ，Tea Omakase。Now